是的。OK， 那你介绍的时候不要晃神啊。OK， 我们在网上呢已经 po 上了这个帖子了，要先跟大家介绍，他是我们的部落格达人。对，同时呢，他也是马来西亚的日本时尚女王 Cheesie。对，他会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谈一谈哦，有关于日本的时尚啦。所以呢，在这之前呢，我们每次都请我们的嘉宾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他也选了日本歌。可是我们这里好像有很多很旧的日本歌而已。所以啦，不过一些旧的日本歌也是好听的，他还是选了这一首歌曲。先让这一首歌曲跟大家见面，稍后就请曲子开声了。 Tell us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话题了。Tell us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Going on air soon at IFM. Trying to tweet pic.招呼，你好，我是俐瑾。你好，我是 Eddie语翔。好了，我们请我今天部落格美女嘉宾。嗨，欢迎来到我们爱潮流 Live。对，其实呢，主要是在我们的网站上呢 ，Type 下这一个名字进入哈 ，C H E S I E 呢，就可以看到他的部落格了。整体的感觉呢，就非常的可哇伊嘛，然后是拼的，很拼的感觉。女生都是喜欢粉红色多。真的是很喜欢粉红色。最近呢，就是穿的衣服就是比较多元化，不一定是粉红色。喜欢粉红色多久啦？我。Blogging 已经有七年了，然后刚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喜欢粉红色，然后什么东西都是粉红色的。因为很可爱。我发现到就是可能美的女生跟可爱的女生，她们都比较喜欢粉红色。请到我妻子来的节目中呢，因为呢她是我们马来西亚日本时尚女王嘛，也引领了这一个在马来西亚的日本时尚潮流。那其实也知道马来西亚的整个时尚风格是还挺多元化的。不过呢，在华人尤其是年轻女生来说呢，这个日韩风的影响力还是我觉得是蛮重的，你认为呢？我觉得日本的潮流呢，因为就是东方人嘛，到最后还是东方的女性比较娇小，那看的杂志之内呢都是比较适合的。就是有一些 cutting 啊，可能呢在外国人的身上穿起来比较好看，但是在东方人的身上穿起来，对，就是你去看西方的潮流，他们都是很高的嘛，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会不会适合穿。除了这一个剪裁方面，你觉得就是日本化的这个时尚风格跟外国比如说西方时尚风格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其实日本它街头 fashion 呢，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那就是看你们自己喜欢哪一种风格。印象之中啊，好像日本啊比较卡哇伊，我印象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日本是跟卡哇伊连在一起的。对对，所以那个日本的女生，对不对，他们的感觉像眼睛就是大大的啦，对，翘翘的啦，就是很公仔的感觉。那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日本女孩子的，就娃娃，对对，服装都很糖果色这样子啦，很多颜色搭配的啦。但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好像我之前呢都是很女性化，就是长裙啊，很多碎花的pattern 呢。可是最近呢就是要转换形象嘛，然后就是会多穿比较单色的。单色的，可是今天每个人看不到，可是今天是穿今天也不单色，今天不单色，你还是比我颜色还比我多，比我们都多可是据我所知，像日本的女生，像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都发现到她们其实几乎每一个女生，她们出门，她们都会化妆，都会化妆，都不会像这边的女生，可能都比较忽略了这一块，对不对？对，他们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从家里到楼下的 7-Eleven 买东西都是要。基本上他们来到这一边，看到就是女生出门了，腋毛没剃啊，他们都会很吓一跳，想啊，这样子也敢出来见人？自然吗？对，但他们是很注重礼仪，对他们来讲这是礼仪，对，这是所谓他们见人的一个礼貌，好像是对他们。OK， 而且我据我所知啦，如果你在日本的街头哈，你真的是哇，那个眼睛不懂要看哪里好，因为太多东西好看了，每一个人打扮呢，啊，都是精心打扮，而且都会要有一个亮点在身上。对对对，有些时候我会发现到，有些时候他们不单单是身上的衣服，他们连自己的头发的发型也是，有些时候会很夸张，你会觉得哇，是灯台吗？
这样子的感觉。我发觉到日本人打扮哈，他们是应该是用手饰哈，比别的国家人来的多的。感觉像他们很多 SSR、很多很可爱伊的手饰，可以放在头上，可以放在身上，可以放在脚上。而且他们几乎有些时候我会发现到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有放一些东西进去。就是有一个叫做 Deco K 的，就是他们是全身都是 decoration 的，好像小熊啊、什么的，头发上啊都是有的。所以你就在自己的这个部落格这一方面就一直有带领的这个什么派谁了 Gyaru 的这一个文化。那么你自己的话，你所比较喜欢的那种风格或者你所带领的这个风格是属于怎么样的呢？最近呢都是看 Vivi 比较多，那就是比较属于成熟简单一点的 fashion。 其实为什么那么多文化里头你是偏爱日本文化的？为什么偏爱？因为我已经差不多十多年前开始学日文，就是看日剧开始。然后呢就一直迷上日本的 culture 文化之类的。然后就自己做一个部落格，有，然后就分享时尚的东西。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了，可是因为我大概是三年前之前有个日本的前男友、然后就受他影响了，然后一去了日本之后呢就发觉到哇，那边女生真的是穿得很不一样。然后就怎么马来西亚的女生我觉得也应该要就多学习了，就是把自己扮美吧。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对身上所穿的、所带的会不会都是要从日本那边买的？不会，因为都是网上都能买得到的。OK， 你是国内还是国外买的？国内，我有自己的 fashion sponsor。几号？是这样吗？谁叫你不要做 blogger 嘞？每一个 blogger 做到像你这样、没有了，这样就很多人跟你抢饭碗了。好了，那据我所知哈，就其实还上了日本的一个节目，对，就日本电视台的节目，就是叫 NHK Tokyo Kawaii。都是谈一些可爱的东西吗？今年一月，他是就是日本呢，他是到全国各地，就是全世界各地找，喜欢热式潮流的女生，然后就访问他们，看看他们的生活，fashion 之类是怎样的。那在马来西亚，你就是代表了。你是去到日本那边受访问，还是来到马来西亚？没有，他们是来到马来西亚，他们就是在 Google 找到我的部落客。他们就过来这边访问。对，然后他们就是找到我的新加坡的朋友夏雪，还有我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好，还有一个叫 Audrey 的女生，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可以访问的层面还蛮多的。当然呢，下一首歌曲了之后呢，我们就访问一下她自本身的一些穿搭心得啦、化妆心得啦。那之后呢，如果一直都想要经营部落客就部落格啦，然后呢，也想像曲子这样子，还有她的一些产品赞助的话，那怎么样能够经营部落格，像她这么成功的话？那就要锁定我们今天的爱潮流 Live。好。You're like my girl.